众所周知， NBA 的超级巨星们都是身体素质各方面优于常人，甚至有些天赋已经世界上数一数二。优秀的他们自然吸引了一堆一堆的女明星的喜爱。印象中， NBA 球星对于欧美的妹子比较有好感，其实不然，就有球星公开表示对于亚洲女明星的喜爱。第四名马布里和郑秀妍马布里来到 CBA 打得算是风生水起。如今老马虽然退役，电影《我是马布里》也有亏损，但是老马对于影片女演员郑秀妍的喜爱还是溢于言表的。韩国人气偶像 Jessica 郑秀妍一直是时尚界的宠儿，给人的感觉与四大顶级时装秀场上的摩登女郎不同，也不能简单的用美国街头的嘻哈风来概述。 Jessica 大胆运用自己对时尚的敏锐嗅觉，引导着属于自己的嘻卡风尚，成熟美丽的外貌和甜美的声线给人的印象都很深刻。她是个形象百变的女孩，无论是杂志的平面模特还是 MV 里的清纯女生，都诠释的淋漓尽致，或冷艳或甜美， Jessica 总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。马布里的妻子名叫塔莎，他们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看来也只能是个美好的梦想了。第三名魔兽霍华德和张静初2005年主演的剧情片《孔雀》上映，凭借该片获得了第六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奖。2010年因出演灾难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而获得了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、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、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，可谓是事业蒸蒸日上。在和火箭队的比赛前，霍华德不断念叨着苏阳的名字。四年前张静初在《尖峰时刻三》中的美丽旧形象让霍华德一见倾心，霍华德自己也称他对电影《尖峰时刻三》印象深刻，对其中张静初的角色更是非常喜爱。赛前赛后，霍华德经常念叨着苏阳的名字，他高呼苏阳的时候把大家都逗笑了，连坐在霍华德旁边的尼尔森都在吃炸鸡的时候差点喷了出来。第二名奥尼尔和崔雪莉，奥尼尔也是喜欢清新萝莉的小女生。崔雪莉1994年出生于韩国釜山，毕业于首尔表演艺术中学，韩国女歌手、演员、主持人。她有着超级高的颜值，清新萝莉真的是人见人爱。这部奥尼尔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慕之心，性格开朗的奥尼尔来到中国之后，仿佛他觉得亚洲女性很漂亮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奥尼尔来到中国之后疯狂发微博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微博向韩国女性崔雪莉表白。第一名科比和章子怡，章子怡虽然已经结婚了，不过他以前的情史真心丰富，很多人都不知道章子怡还疯狂的迷恋过科比。科比来中国时，章子怡经常陪同。章子怡是科比的铁杆粉丝，和科比一起参加商业活动时表现得好疯狂。2011年科比第八次来华，尽管冲击三连冠失败，但科比在中国人气依旧爆棚。那段时间章子怡和科比的新闻也成为焦点，在科比中国行期间的多个场合中，章子怡都凑巧是坐上嘉宾，并屡次登台拥抱科比。一次拥抱是不慎肩带断开，另一次拥抱则裙装开裂。就此章子怡与科比的花边新闻不断刷屏。